别烦我，没看到我在拍照吗？这照片真好看。试试啊。不知道啊，刚才说有吃的。都去哪里了？快找。美女，你看见我的孩子没有？穿粉色衣服这么高。没看到啊。怪哥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穿粉色衣服这么高？没看到。老公，西西找不到了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，孩子怎么看的？还住着干什么？赶紧找啊！你好兄弟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这么高，穿了粉色衣服？没看到，没看到。西西啊，你好美女，你从上面下来有没有看到小女生穿了粉色衣服？这么高，好像在上面。谢谢谢谢。张树，别动！放开西西！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朋友们，当陌生人用美食诱惑你的时候，千万别去。家长们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一定不要顾着玩手机。孩子的安全才是第一。